嘉义县长翁章良伫咧十号上午，伫在着中埔乡四十九庄保安宫公交成温的边啊，表达对着帝王爷的重用和敬意，更感谢帝王爷多年来守护砖头。立委陈明文、议会秘书长李公尧、议员罗素荣和民政处长杨建仁嘛，做回来参与。四十九庄保安宫为中埔乡境内开山祖庙。寺庙内底保留乾隆时期的碑记，历史悠久，声名远播，是乡民重要的信仰中心。主要奉祀神明帝王爷，神威显赫。庙方将伫七月十六号举办帝王爷圣诞千秋祝寿大典。县长翁章良先来致敬边阿。恭祝帝王爷圣诞千秋，希望彰显地方信仰中心的历史价值和特色。四十九庄保安宫是咱四十九庄的信仰中心。大概咱的帝王爷的六月十八，圣诞千秋会当讲所有的罗华宗地主从庙口钱甲甜一甜甜足侪人来这个所在吃平安宴。咱的帝王爷会当讲神威显赫。咱这个庙还发生过一件神迹的故事，就是咱的火烧王去用请出去参拜，到尾也就无得来。经过三十冬后，到尾也起价，那唔忙会当搁得来家己的保安宫，所以三十年后失而复得，所以也当讲充满了神迹。所以今仔日特别以县政府我的名义送一个匾过来咱保安宫。那这个匾会当来保安宫挂咧，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荣誉。那就我们提早达咱这个帝王爷这个祝寿，就我们嘛唔忙帝王爷会当保庇咱家罗华宗地主大家拢会当平安，嘉义县政会当顺心，那防疫可以让嘉义县的所有的状况，那可以让我们的乡亲能够保平安，所以伫遮拜托咱的帝王爷。相传庙内奉祀的百年帝王爷神尊，在三十几年前被神众请回去出任奉祀了后，就无搁回来庙方。庙方到处寻找，拢无结果。后来经过两度易手，最后是落脚伫德吉乡的寺庙。帝父王爷透过登记来转告，想要回来一开始的四十九庄。经过四界探听了后，确定是中埔乡四十九庄保安宫。庙方就伫1803年七月十二号举行仪式，将神尊对德家车登来中埔。最新新闻正从中埔乡采访报道。清晨，从海拔3000公尺穿越到海平面，唤醒北纬23度半亚热带气候的嘉义。泉水灌溉，透气土壤，丰沛水汽滋养生长，云雾笼罩，低温所香，远近驰名的阿里山是甘醇美味的高山茶。而出类拔萃、一枝独秀是顽固的阿拉比卡，近年在阳光洗礼下，让新的伙伴找到更适合的家。极光哈密瓜，这份不期而遇的惊喜，是嘉义与大自然献出最美的心意。一直在循着改变养鹅的模式，环境空气的挑战，我也不想污染到这片土地。养鹅就像我们在养自己的小孩一样，以前有一首歌叫做鹅鹅戏绿波，就在那自然的环境中让它悠悠的成长。凤梨日温差要大，产生的果实品质会比较好，我们不大需要用药物它就能长得很好。我希望把凤梨打造成嘉义这块土地的文化性格。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命我都把它当成我自己的小孩子般的在照顾，有没有用药就会涉及到它是不是残留，那零用药就是我都完全没有，那是不一样的精神。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朵，峨峨许绿坡。